第一题，第十题。你兄弟在什么时候最帅？试卷第一题出错了。这题没错呀，学 dog。给我带饭就不再是我兄弟，是我义父。乖侄，我给你带饭回来了。集幽冥半生，终遇明主，攻若不弃，愿拜为义父。义子，义父，义子，义父。你不用再考了，直接保送。第二题，阅读理解。在。在。什么事？表现了兄弟想写作业又不想写的无聊之情，想找个垫背的。正确答案是，我作业也没写，上号。满分晋级。第三题，情景模拟。你的弟兄挂了，遗物是手机，你会怎么做？好兄弟，我会照顾好你的全密码游戏账号的。你再玩，你兄弟就找你来了。我已经通知所有人来吃席了。你还挺开心啊。别碰我手机。你的丑照和浏览记录已经全删了，安息吧。爱你。让好兄弟轻轻白白地走，太感人了。恭喜通过兄弟考试，请主王子颁发兄弟证书。随即有件事我忍了很久，觉得还是该面对了。